个参数个值，值就是你可以调整的内容。那你去选这个结构这边编辑，就看到这边的内容。然后在结构的右边这个地方，先把这个点一下，你会出现一些这个外观的颜色。再点下去之后，去这边去设定外观资料库，去找一个你们觉得 OK 的混凝土。点两下它就带过来这边了，点两下它就带过来这边。好，就让它带过来这边，自己选择一个你们觉得 OK， 比较像混凝土的材料。然后再到识别这里去，将你这个材料的名称 copy 下来 ，copy paste。这边先选混凝土，现在这个动作就会印证告诉我们最后出现什么样的结果。然后在这边记得选了之后，识别这边要把名称抓下来。这个名称哈，这名称其实是你们之后做室内设计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。你就是记得要把这个文字要呈现给人家看的内容丢出来，啊，就是这个。要选择混凝土，像这样的东西的这个描述是给以后你要看给公办看还是给业主看，你要所写的内容，